帕金森就这个，因为帕金森啊，咱们记住为什么他治帕金森，就这个地方，奇经八脉，阴为阳为，阴跷阳跷，任督两脉，外带冲脉和咱们的带脉。那么奇经八脉当中有三条经络，就从这个内踝、外踝来行走。我们在叩击当中直接打到脑部，控制脑病极强。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里边呢，我们不仅仅是治帕金森。小儿多动症，这个更厉害。临床当中，你们把小孩给我哄好了，就在这叩击不留针。大人留针45分钟，15分钟叩一次，你们看看效果一次一个样。小孩就嘣嘣嘣，哎，一般就是1 2 3 4 2 1，1 2 3 4 5 6 7 7 6 5 4 3 2 1，一个针扣30下。我扎了一个小孩，这小孩呢，当时在山东扎的，他妈妈是厂长。啊，他爸爸厂长，每天开着车送去。这人吧，治病嘛，治一段时间就有了感情了，对不对？就是小孩也可爱，6岁小男孩。我跟大家公开讲，我没闺女，我就一个儿子，愣头儿子。说句不好听的话，那闺女多好啊！这人也就是缺啥想啥呗。啊，这样就喜欢闺女。我从来对小男孩我讨厌，他妈的这男的。但是这小男孩我喜欢。虎头虎脑的，哎呦，那个听话，扎针当中从来不哭也不闹，哎，说话而且那个挺有意思。旁边一个小女孩也是5、6岁，那俩人还挺互相之间的，小女孩老哄他，那小孩还挺镇定，从来也目不斜视，不理他。完了我还老逗他们，我说长大啊，给他当媳妇当不当？那小女孩，当当当，那男孩还不理，给我笑的，长得也虎实，挺好看。就是扎了10来天，什么怪三针啊，乱七八糟扎哈，挺好。这个多动症好点了，好点最后还是不行呗，还是不行。我跟他妈就说了，我天天那老远开车来，我说这样吧，我说小孩呢这个病，我给他加强一下，加内四外三，有点疼我就告诉他，在这儿小孩，你哄孩子，你记住，因为他我给他扎的也有效果。他在山东省，济这个青岛市，那是山东的省会，那么在这个当中他治病不行。治了好几个月，他厂长不能干事，到我这扎了10来天，管用了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太慢。他说行，他妈就说给哄孩子，中国人哄孩子不就那样吗？你要什么，只要能给你买的全答应。小鸡这给你买，明天啊，你要什么，只要你扎针，什么都给你买。这中国人的教育方式，小孩反正答应了，我就给他扎。这小孩扎的时候，把那脚一伸，叫我扎，我一扎就哭开了。但是小孩呢，可爱到什么程度呢？哭是哭，就是不动，扎也不动啊，就这么着。哦，你别看我一般的孩子一哭，我从来一般我就去带走，哄好了再来，你别这烦我，我一般不给扎的。但是这小孩，哎呀，就是扎了我就哎喜欢他，扣着眼就是哭他不动，一动不动让你扎，扎了就是一个针扎了30下，就是14个全扎了，回家。第二天他妈来了，大夫再扎，我说干什么？他说昨天晚上回去一动都没动，就是多动症啊，他有时候动动眼什么的啊，一动都没有了。后来扎了10来天，彻底好，就这孩子，多动症，我们半身不遂也是脑部疾病，完全可以。还有我们的癫痫，也是脑部疾病，大家记住，我们用它也可以，效果都非常好。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呢？我们的腿啊。有的一种人就是这儿腿强麻，大家见过这种病人吗？那腿麻得厉害，什么病都治不了，使劲的内四外三强刺，咔咔咔扣他，效果可好了啊！当然这就很残酷了，哐哐哐哐哐，那是咱们学员的病例啊。说老师，我治了一例腿强麻的，我说怎么治的？内四外三，我说是吗？当然我知道他这个整个经络所许嘛，他通过那个经络顺着往上走，他闺女摁着腿。给他妈扎，扎了他给扎，就是说我给他使劲弄一次就好了。所以有的地方这腿麻也可以。所以咱们在内四外三当中，说句实在话，就这个帕金森，他是现在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，年轻人也有。但是这里边有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说，咱们记住，一定要巩固疗法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扎了10天，这人好了。继续扎，你们如果不继续扎，过两天又犯了。他一说我扎过，不管事儿，
所以我们在面临着就是这病人整个全部恢复的时候继续扎，这是我们一个法宝。我曾经扎过一个老同志啊，70来岁，说你这扎针呢？我说是啊。说我这膝个坐骨神经痛，我给他扎的当时是以董氏奇穴为主，董氏奇穴另外再加上点放血，扎完以后11天彻底好。这老头就觉得好像挺奇怪，说我平时扎针可不像你这样的，说是我扎针当中啊，就是年年得扎。他说你怎么这么快就给我扎好了呢？他一扎就不是10天。我说你听我，他说我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我听什么。他说好了，坐骨神经不疼了。大家记住，什么病也不好受，你给他治好他就高兴。最后连完我说是你听我的，他说我听。我说你再扎2天，扎完之后呢，3天半以后我给他打电话问他，我说李师傅，你的腿怎么样？他还能听出我来啊？你是那扎针的？我说是。他说我再也没犯，3天半以后再也没犯。这里边说明了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我们治好这疾病，哎，没有给他巩固住，在好的情况下再扎几次，尤其是我们的内斯外三、帕金森，你们如果给他治得很快就好了，但是你不巩固的时候，继续犯。他连完一说，就是说咱们无能，所以咱们记住这个啊，你们在以后的行医当中，记住这个巩固疗法十分重要。啊，内斯外三。那么咱们在这个当中呢，我们呢，有一些病呢，等咱们在这个讲到的时候再给大家讲的治疗方法。现在内斯外三是我们八字疗法当中啊一个特点，咱们治疗颈椎病变是八字疗法的一个特点。我们在这个八字疗法当中还有三针，大家愿意扎也扎，不愿意扎不扎，它叫开督脉。